第三条问题，孩子跟我已经是全素了，但另一半不太支持，我们应该随缘还是坚持呢？如果另一半不会对你采取什么武装行为，你就坚持。如果他对你采取了武装行为，破坏了你的家园，那你就暂时先不要吃，因为这样的话破坏感情反而更不好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我今天听你问的三个问题都是另一半，所以你要把另一半赶快要搞定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